大家可以从这一侧看得非常的清楚啊，非常的清楚。这是最高的那个拱顶，然后底下再从这儿开始再来一个拱顶，然后这是支撑的梁啊，这应该是梁，梁这面又有一个拱顶，这是三层，然后这面也是这样的，然后在这面又撑起来一个啊，盖的是很肥大。这面是一个旅行团，哎呀，这个太阳始终在那个方向啊，我怎么照怎么自拍呢？衣服很黑，嗯。